好，我们看一下这题哦。他说过 A 点，斜率是三分之一，求直线方程式怎么算？这题是标准的，有点有斜率，求直线方程式，麻烦在什么是点斜式？那老师常强调，直线斜率，直线灵魂是什么？斜率。这时候斜率是几？三分之一，这样行不行？写到这边之后，老师想请问一下，这条直线怎么写？斜率是几？负的 b 分之 a， 负的 b 分之 a， 所以说这条直线 a 是几 s，b 是 3i 加变减2，尾巴加 k 等于0，是不是就出来了？这时候求 k 怎么算？他说这条直线过多少？4负2，所以 s 用几代？4代 ，y 用负2代，4加6是几？ 10， 所以算出来 k 是多少？负10，所以说写答案。S 减 3Y 10等于几？0，这样可不可以？可以，好，把这边看一下。